回家了。嗨，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看一下花莲，看着就舒服。从禁止夜你回家的频率大概？一年应该最多就两次吧。因为放的时间太少，也不好回来。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开车。像过年或是休赛季的时候，都会各回来一次。他们现在在上班，可以打扰他们一下。看他们看到我回来会不会很开心？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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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互欢迎回来，欢迎你回来。耶！Seven seeds are left behind. Many places in my mind. I'm free to fly like a bird in the sky. I'm free to choose direction for my life. Fields of gold. 都不常回来。他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。要比较的话，现在反而比较长。那学生，他们又自己没有办法。所以管制的也比较多。平常回来在干嘛？在说实话吗？平常什么？就除非有特别排他的班啊，平常都在睡觉。通常会先睡到就是自然醒。我没有啦，就是还有吃东西啊。啊，对。不是只有睡觉，所以回来是休息。要休息啊。有时候我想帮忙，他们也不会那个让我帮忙，就叫我休息。出手出脚。所以我也会帮到忙，所以还是睡觉。你还是回去睡觉啊。有缺人手的时候会找他。对，还是有缺人手的时候。这一栋在盖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回来，在更早之前吧，就是这个的连那个。架都还没有架好的时候，我就先回来，就是用一些这种桌子啊，然后就要磨那个木头，对吧？就是现在看得到的地方，应该基本上都有参与到。其实我也只是帮忙而已。我觉得我比较佩服爸爸妈妈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想得很远，就是我一直都还蛮佩服我爸爸妈妈。虽然我只有帮忙，但是还是有一种成就感。然后有些，而且毕竟是自己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，也是看了很久。就这样，舒服。对，放在这里。那时候，因为还在用嘛，用坐在这里休息，然后正中午太阳，然后你坐在树荫下面，就会很想睡觉，就这样睡着。有一段时间是我在名人，在苗栗，然后姐姐高中读那个华冈艺校，在阳明山，然后他们。因为平日都没有见到，所以假日会想要聚在一起吃饭，然后爸爸他们就会先下苗栗来找我吃饭，吃完再去阳明山找姐姐吃聊天吃饭，然后再回中坜。所以他们前阵子换一台车，他们前一台车那个里程是比计程车还要多很多，那什么，真的很夸张。那段时间还蛮辛苦的，那时候不懂事，每天就是哭，那时候不知道。这样跑很累。现在自己开车。现在自己从花莲开过来的时候，哇，开车怎么累啊？真的。已经觉得开车不好玩了。那时候没有想到，绝对没想到，觉得还蛮还好哎，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员都会捡水瓶，只是他刚好被拍到。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发福为什么单独拍到捡水瓶？哦，其实那一天他表现还不错。哦，对了，他那天打的，他那天表现的还不错。那 Fox 就摄影机就在跟他，然后他捡水瓶，我在想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，发自内心的。对啊，是真的是吧？但是我在捡的时候就有看到镜头在拍，所以我其实很犹豫，到底要不要继续捡？多捡两，有多捡。对，但我也不能捡了两个之后又不捡了，奇怪。没
受吗？有啊，就是比较好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家长的朋友，就会笑他。就是我很难得会被就是那种对了 ，Fox 或是什么这种媒体有影片上去，然后被标记。然后我一开始看到通知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什么我的 highlight，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，哇，什么是潜水艇？所以那场打得好，没有人在拍。对对对，没有 highlight， 完全是全场高光，就是最后捡那个水。就是他们，就我那两个会偷溜啦，真的是偷溜啦，但是也不能常常嘛，也不是每场都常常溜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很在乎他。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当初装这个电视，就是想说我们不方便跑，我们直接在这里看，对，为了你装。五月对啊，而且五月通常是礼拜天嘛，我们会聚餐，他们会写卡片嘛，我好像都有。就是从小到大，家里就是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就是我可能在因为很小就。离开家里去外面打球嘛，所以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的事。抱抱，他们就是顶多就是抱抱，然后说母亲节快乐，就是妈妈的很容易满足，就是只要聚在一起，就是妈妈最开心的事。已经很少相聚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有见面啊，或是平常在相处上，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对，每天都充满母亲节，母亲节。所以我比较重视他打球受伤这个部分，我每次跟他讲不要受伤，拜托不要受伤。你只要身体健康就有事业嘛，没错吗？没错了。爸爸。耶！母亲节快乐。